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专辑。这一次专辑是 Special 的第五张华语专辑，嗯 ，Body Body。对。里面有推荐的吗？里面有十首歌啦，那其中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团员里面有人参演戏剧的一些主题曲啊、片尾曲啊和插曲都在里面。那 Body Body 这首歌是我们的主打歌，还有一首歌是安可，这两首歌推荐给大家。刚有提到就是每次他片前面的主题，那这次他片跟上次他片心情不一样。成员数不一样，当然就心情上会多少不一样，只是多或少而已啊。嗯、那我这一次觉得差不多，你觉得呢？差不多。还会有变化吗？成员的变化，在明天的签唱会是全员会到，还是就是今天的人数？就是今天，明天就是今天的人数。要不要说一下，就是团体已经走五年了，就这五年有什么感想啊？团体走了五年，嗯，对，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，真的就是一个机会，因为我们 Special 并不是特别会唱，也并不是特别会跳才聚在一起的团体，我们都是因为可米这个公司给了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在戏剧上先有成绩，然后慢慢的壮大我们团员数，然后大家现在也都感情，我觉得这是一定骗不了人的，就是跟兄弟一样。那这五年呢？就是我只有一句话，大家都觉得，我真的觉得大家都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那会觉得下一阶段的挑战是什么？下一个阶段，我想大家心里想的应该都一样，就是如何进步嘛。不管是在歌唱上，还是在舞蹈上，还是在主持上啊，对啊，就是因为聚在一起，虽然说能量很强，可是其实讲真的，讲实在的，收益很小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大家都各自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有所发挥，让大家都有能够找到自己的特色。这样。紫红的那个尾镜在那个旁边有一个那个微笑是代表什么？啊，就是手上讲，就是礼貌性的微笑。对啊，对，对，因为大哥在说话嘛。对对对。刚刚收到内裤吧，那种的小卡吗？迫不及待想试穿这样子，跟大家一起穿上吗？应该我们应该等一下约回公司一起试穿吧。会啊，我们会试穿，我们会试穿。对啊。谁的 size 比较大件？刚刚这样子。有人说自己是 XL 的吗？我看我自己是 XL， 可是大家都是 XXL。哎，那个老板什么意思？太假了，老板什么意思？这是换了新的唱。MV 的讨论度好像也蛮高的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很成功啊！谢谢大家的喜欢，有讨论就是代表有关注嘛。对，谢谢大家会看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啦。不管说这个 MV 的评论怎么样，那其实我们就是做到我们最大、最尽力的地方。尽力了。对对对，那也很感谢就是记者朋友们啊，还有观众朋友们，就是会花时间去关注这件事情。因为粉丝们对你们期望好像蛮。我们对他们期望也很高、啊，我们也真的，我们也希望说，粉丝也好好读书或好好工作，对对对，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那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刺激的字，心里会受伤？我们心里其实不会，因为就是大家都出来很久，应该都已经演绎了，对对，就是如果他说的是对的，然后我们自己也会检讨；如果他说的是错的，我们也不会打他，对对对。所以看完 MV 留言。看有些是对的，对对，然后有些是我觉得不是我们能够决定对与错的，对。好了吗？他前面要讲一下是丰田的人，然后稍微谈一下。对粉丝想讲的话。对粉丝说的话，希望我们会继续努力，所以希望持续的支持我们。你说制止还是持续的制止我们？持续的制止，还不错啊。